佐敦核心位復常推介高鐵啊效應呢個盤子，見到個圖蹟入職角地鋪呢個嘅足底按摩呢度咧就框住呢個位嘅時候咧，外面而家行緊咧就係呢個佐敦道啦。佐敦道嘅時候你知咧。夜晚日好，日头一好就人来人往噶啦。越近佐敦道咧，啲铺就越值钱。呢、这个就百家市街啦。咁呢边嘅时候咧，向嗰边行咧就讲弥敦道方向，向呢边行咧就讲高铁方向。咁好多人上落高铁之前嘅时候啊，咁都会喺佐敦就轻一下啦，尤其是佐敦道呢度啦。咁入边见到呢个咧就好近佐敦道呢、这个嘅足底按摩框住呢度嘅时候咧，就地铺连呢个入职角地铺。建筑面积980尺，入职角建筑面积是630尺，入去你睇下咧就好阔嘅，好大间，好深嘅，54尺深，咁啊成差唔多14尺面嘅时候啦，咁啊再加埋有个楼梯位入边比较阔啲啦，咁呢个就讲紧系吴松街啦。咁吴松街嘅时候咧，呢一橛吴松街咧主要都好多一啲嘅食肆啦，同埋一啲嘅按摩店啊，连续好多间嘅按摩店，你夜晚落去睇下嘅时候咧，间间都坐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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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咁所以咧按摩店嘅时候，咁呢边啊有啲嘅主要都是夜市啊，日头嘅时候就好多时系一啲嘅食肆啊。咁呢度咧，呢个租客嘅时候咧，都一路做一段嘅时间。咁啊，见到呢度就系宝灵街，好多个排档啦，行过就呢个佐敦嘅港铁站啦。咁一路沿住行落去嘅时候，而家就夜黑，大概系七点半到咁啦。咁呢度咧就右手边你见到全部都系足底按摩，足底按摩好多足底按摩，框住呢个位噶啦，地铺连呢个入职角。越行过去嘅时候咧，就越旺，就近呢个嘅佐敦道嗰度嘅。租金系$85，就去到2024年嘅4月25号。咁啊，向呢边再继续行嘅时候，就讲系呢个佐敦道。是高铁方向啦，咁沿住呢个嘅吴松街，你睇到啦，跨住呢度嘅时候咧，就呢个养生馆咧，叫月和养生馆啦。咁咧就一路行，又有饭店啊，有足店、足底按摩啊、麻雀馆啊，咁啊好多足底按摩，连续几间见到有啲时装店啊，有啲嘅凉茶铺啊。咁呢度排档一路行过去咧，就呢个嘅佐敦港铁站，跨住呢个位你见到啦。铺真价实，有兴趣买呢间铺，联络我同事们，3600万，有得讲嘅，咁啊同事们啦。佐敦吴松街126号地下及阁楼现正放售，地铺建筑面积约980平方尺，连630平方尺入职角，铺阔约13尺9寸，深约54尺3寸，附设3座100M 电、洗手间及内去水等配套。物业位置优越，距离佐敦港铁站 C2 出口只需2分钟步程，前往柯士甸站亦只需6分钟步程。铺位位于佐敦核心位置，邻近住宅、商业区及酒店群，为本地居民及游客热门到访地区。该段吴松街为饮食按摩一条街，食肆及按摩店成行成市，甚具特色，铺位吸客力十足，尽揽区外客源。物业配套齐备，铺型市正兼有入职角，可塑性高，适合各行各业，租值潜力巨大。铺位现租客为养生足浴店，物业现以3600万放售。盛汇商铺配套真，租金实，保证铺真价实。即上 bwfun.com 找铺，或者联络我们啦。